这种缠斗性会比较高。哇，这个球轰到左外野方向，好不啦 ，Goodbye baby， 威纳斯轰出了全垒打，今年球季个人第四发的全垒打，参加完了全垒打大赛之后果然不一样了，轰出了全垒打阳春炮，新农牛队先取得点，首开纪录，取得了1-0的领先呢。下沉球的投手最怕球在高的位置，看这个球在内角偏高的位置被他咬中之后带出去的距离相当的远，而且是一个平射炮。哇，威纳斯等于是最近三场比赛打了两支全垒打了，得个管嘞啊！这个球就是击球点抓内角高的啊，击球点抓得很好。米勒来台湾的第二场初赛，下半新农牛队靠着威纳斯阳春炮取得了1-0的领先。